यहाँ आए हैं टेंपल के करीब, यहाँ लोग आते हैं और यहाँ वर्शिप करते हैं। तो अंदर आप देख सकते हो ये लोग।朋友，你是上海人吗？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是上海人？你是上海人？那我是外地的。哦，外地的。你是换家里吗？听不懂。听不懂？为什么你是换家里的人？喜欢的。喜欢。你是换家里的人？你是换家里的家里的地方？家里很漂亮，他喜欢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翠呀。小翠呀。啊 ，OK， 小翠呀。啊，高兴，很高兴。啊，谢谢。